不要在这里向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这个风力发电在最近，尤其是最近10年以内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这个革命性的变化最主要是什么？风力发电成本现在低过于3美分，这个是的确是存在的，不是，并且已经存在了10年了。我们在 Texas 那里，你如果到 Texas 的这个 PUC 的这个 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的这个网站上，你会拿到很多的资料，而这个是真正的价钱。现在市场上就是说它每度3分钱，而台湾呢，尤其在澎湖那一带，它的风力这个基本啊是比 Texas 好，所以我认为台湾也应该可以发出这样子的电，那并且我相信2-3千个 MW 的这个风力啊，在澎湖啊是的确存在的。有这么低廉的这个风电啊，我们不去努力，而要去买贵5、6倍以上的这个核能力电，这个是我认为实在是非常愚蠢的。但是风力发电呢？最主要是要大家要晓得，任何的再生能源，我们基本最主要的观念是用燃料的电，它在法律上，是必须要配合这个不用燃料的电，这个观念一定要改过来。这个台电一天到晚讲啊，这个要风力发电满足它的这个尖峰的要求，他错的来简直是不知道错到哪里去。这个你其他的电厂要满足，怎么来配合我们风力发电成功？假设不能配合，你这个董事长就该下台。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，都搞不清楚。那么风力发电现在是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它不但可以发有效的电，还可以发无效的电。假设这两个电都有价钱的话，风力发电基本上可以100%的发电，大风发电、小风发电，没有风也可以发电，发无效电。而这个无效电怎么用到系统上去，这是你台湾电力公司的责任，不是风电的责任。现在台湾电力公司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风电上面，你这样子的思想根本谈不上现代的一个电力公司。同时，大家要晓得，如果我们采取了核市场，那所有的再生能源不必再谈了，因为核市场要其他的电厂配合它，就无法配合再生能源。所以，我们马英九总统一方面讲要发展再生能源，他一方面又要说要发展核能，这个完全是外行讲的话。马英九可以讲外行了，不过台湾电力公司要讲外行的话，那就太差劲了。经济部长连这一点都不晓得，不要做经济部长。OK，所以这个是风力发电简单，我简单讲一讲我们这个风力发电最大的几个改革。这个改革是在美国 Texas 首先做成功的，现在整个风力发电都是往 Texas 的这个方向在改进。那么在底下大家看，我刚才讲的，现在的风力发电，搞风力发电，你要搞清楚啊，新的风电是如何可以没竞争的电，OK？这个大前提要晓得，你不要搞个风力发电发出来比什么人都贵，这种东西还要补助，还要什么？
台湾的风力发电，台湾根本没有风力发电的人，我也看不见学校里面有哪个人开的任何风力发电有关知识的课、演讲，什么都没有。能源委员会那一批人搞的风力发电，不晓得他们脑筋里面在想什么东西，他们哪里懂风力发电？全是在根本。台湾的其他的技术是很先进的呀，搞得很好的呀。同样电机系的人，为什么在人员上是这么的差？我们看底下吧。那这在底下看这个，这些都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风力发电传统上就是它差不多。都是50米左右，为什么50米？因为气象局对于风力的资料就是50米。OK，这是谁是捡到的资料，其他没有资料，所以他就造50米了。这种欧洲的想法，后来我们把它完全推翻，所以我们说欧洲人实在很差劲。OK，现在大家一天到晚讲法国怎么样怎么样。欧洲是在下沉沦的一个区域的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。好，底下再下来，这些都下来。这个，好，我就要讲讲，就说这个风力发电机，它的 output 同风有关系，同速度有关系。传统的风力发电机啊，速度啊，就是一个速度，基本上很小，变化也是变得很大。一个速度，假设一个速度的话，它永远啊不能发到最好最高的 output。风力发电的目的就是用风不要钱，我最主要就是怎么样是 maximum output。假设要达到这个的话，它这个转子的速度啊，一定要配合风，不是一个速度。但是欧洲重建的风力发电就是一个速度，你说它差不差劲？哎，现在我们指出来的好像那个。但是欧洲人搞了半天，包括这个专利，都脑筋都动不过来啊！你不要以为这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，事后诸葛亮都容易。我告诉你，但是欧洲搞了多少年？但是呢，台湾也是一样啊。你 you know，台大，我是台大毕业的，台大做了什么？我看台大现在实在也是很差劲。OK。所以在底下看，在底下看，那么，最大的变化就是什么？有两个地，所以就是一，换句话说，有两个风速很好，其他风速都不好，这就是欧洲所谓的进步。欧洲的进步就在这种进步，所以我们当初他的这种差劲的想法，OK，所以我后来就改造。那么改造就是也随便跟大家讲讲这个改造，这个在底下吧。在底下，这种是一种划时代的革命。这个革命是建立以来这个翻了身，基呀，搞黑人啊，搞得灰头土脸的。这个公司啊，它的股票啊，从60、70块钱掉到了5、6块钱。还能把他的钱都输光了，他最初以为是那个会大翻身，最后是掉到泥坑里面去啊。所以，但是这种大的公司啊，他到底还是有戏，他随时随地都有机会。当机会来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些机会，机会走过我门口的时候啊，你不晓得拿，事后呢马后炮都会放。当初我们就想到。这传统的发电机，一个是进 DC 直流进来，这个本现在就是一个速度转，直流进来就是一个速度转，还有用感应马达，什么都不要，最方便最便宜，转子完全朝这个定子的方向感应一个磁场在 rotor。事实上，这个马达为什么会转呢？
这一种发电就为什么吧，就是靠两个磁场，一个磁场在定值，一个磁场在转值，OK。那么传统的同步机呢，这个就是 DC。所以后来我们说啊，如果我把这个频率啊改变，这个改变以后，它速度就会改变。那道理呢？现在你这里不是电机器说不多讲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的速度，这个马达的速度可以用这个频率来控制。那假设可以用这个频率控制，我这里装一个 smart sensor， 我要晓得风有多大，我就要多少 speed。这样子，我这个风机啊，发出来电永远是最高的电。换句话说，这样子的风机比传统的风机多发3倍、4倍的电。哎，价钱就便宜起来了，各位，价钱就便宜起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种机器一出来以后，欧洲大部分的风机都倒掉了，因为啊，机翼它有 pattern， 你不能照 ，OK？ 所以其他的啊，毫无办法，自己倒掉了。那倒掉之前把他不用的机器呢卖给台湾嘛，这个就是所谓台湾的风力发电 ，OK， 所谓你们认为了不起的英华威，也不过如此的尖刻而已，这种什么公司呢，根本不是公司，我告诉你。好，再底下来看，就说是在底下，我就只讲一点点，哦。这张是因为李登辉总统在电视上乱讲话，所以我才知道。李登辉说：“哎，这个风变化了，那这个发电机不稳定，怎么怎么风定不能用。”这是李登辉讲的。你们，我是看见他这么讲，我就告诉你，当然风有时大有时小，但是传统的在一段时间里面风上下那种变化。你想的这个风力在变化，我这个发电机非常聪明，它速度也在变化，叶片也在变化，我发射电是比例的，不是你都会讲的那个样子的。所以你都会啊，合适是你搞出来的呀，你也不懂风力，就不要再讲话了 ，OK？ 你不懂电了，你懂不懂龙我也不晓得 ，OK？ 所以。这些东西就是说是政治人物啊，也在上面乱讲话。在底下，我是告诉中国了，我告诉他们啊，在新疆、西藏、外蒙、内蒙古那一带，那里可以发出1分钱的电，每斤1分钱的电。这是不得了的资源，这个比沙乌地的油还好 ，OK。所以我鼓励他们要大搞风力，他们的确搞了，现在他们风力是世界第一，这个是，就短短十年，重建，这个中国的风力本来跟台湾风力一样，根本就是零啊，没有啊，都是小儿科到不一样的地方了吧？卖的风机都是乱风机，主要是我相信谁吃。请你吃酒吃的多，你就买哪一个的，基本上是这样的嘛。所以乱差不工资啊，我去了以后，局面改变了，至少，中国第一个大风场，在南通，就是我使他改变的 ，OK。但是当时他们正在设计一个风场，已经签了标什么好了，浙江，那个什么水利科技学院。人设计的，我说谁设计的？是把这个人叫来，坐到里面开会。他市长也在，我问他3个问题，一个都答不出来。他市长当面就把他发了。好，后来照我的意思，照就是第一个中国200个MW的风力发电 ，OK。然后他国务院马上成立，指命成立这个。风力研究院，国家级的风力院，清华大学，马上造出一个全世界最好大学里面的
风力实验室 ，OK。中国的。啊？中国的清大。清华大学。中国的。不是这里的清华大学。中国的清。那个清华大学没有核工系啊，我告诉你。啊。再看底下，我们看看，我是讲这个。这里就是这个是在墨西哥的飞机场，我们量到的这个，就是、说是铁塔的高度同风的这个 wind speed， OK， 你看在很低的时候没有什么风，但是走上这里马上就可以有比较好的风， OK， 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欧洲的人从前造铁塔就是50米，为什么？他有 data， 有个气象局有这个 data。啊，我说为什么50米？哦，这个好像当初是50米。我们当初就掐了，我你这一套我不要听的，因为我们晓得 output 风力 output 同 velocity 成 cubic， 所以这个高一点风啊，这个不得了，发的电就多好多倍。所以后来我们是要发出3分钱的电，这个是我们的实际的。最高原则，所以啊，我其他都调好了，然后怎么样？什么样的铁塔可以发出3分钱的电？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就是120米。当我们说120米的时候，欧洲人说你发昏了，这么高的铁塔怎么造得出来？你这个铁塔比自由神像还高。后来我们就估价，哎，居然有人投标有。鬼造，那我们算算，那当然贵了，但是发电多 cubic 有什么贵？就这样，我们造出3分钱的电 ，OK。那这里面当然就是说，所以我给大家讲，风力发电会给台湾带来很多就业机会啊。这个铁塔，哇，还有这个筑地基啊，哇，这些都是在。都是当地的 business 啊，你做核能，所有钱都送出去，冤枉钱，所以你被他送安全的东西啊，那骗子太多了。我看见的有一些骗子在那个报纸上写文章，那些人我都认的，什么技术，什么，我有一个什么程序，我怎么样这个，但是，所以。这个是历史上我们改变了这个全世界的风力发电。当我们改变的时候，我马上通知了台电。我告诉你啊，马上通知台电。我退休那一年，因为风力发电到3分钱一度是世界上第一次。在 Austin, Texas 开全国风力大会，普通600-700人来参加的会，那一次有6000人。我通知了台电3次，一个人都没来。所以我的感触很多了。我到中国去了以后，我告诉你，至少他们对技术很 respect，OK， 他们非常 respect， 所以我是说，我到中国来，因为我看见中国老百姓太苦了。你中国有这么好的风，你还要拿钱去买油啊？不应该的。道子，毕竟长江三峡这个水电本来也许有问题，现在你搞了风电，也许加速得发，因为最好配合嘛。最好还有，我说，将来风电多得一塌糊涂，那就晚上电不要钱嘛，给农电灌溉嘛，用水嘛，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对 justified， OK。所以我因为这个，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。我是主要想照顾人民，因为我到新疆，我到蒙古，使我非失望，因为我没看见任何绿地，
我也没有看见真正什么牛羊，我看见牛羊瘦的排骨，同我太太一样，全是排骨，全是排骨啊。所以我说那边如果有了水才有 everything， 有水有电就有水，有电就会打水，你风太多打的水这不要钱的东西嘛，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嘛。所以我愿意帮助他们，并且所以我到福州去福建他们，哎呀，请我去又请我去又请我去，我是，但是我去了我都自动回到台湾告诉台电，这些我都跟台电都讲啊，凭天地良心啊，都跟他们讲了、啊、台电有时候在他办公室门口啊挂一些什么风电的照片到大大上去啊，那种可见台电是差劲啊，一看那种照片就是什么幼稚园呢、啊、他还挂得出来，完全是装门面，完全不同。所以那个根本台湾电力公司已经不是技术公司了 ，OK， 已经不是以技术，所以你要想改变不可能，这个不是以技术为 base 的公司。但今天走到这里，把中国、把中华民国整个的能源政策都给他们搬了家，政府还要花千亿来公投，我是觉得非常这个。难过，所以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向大家报告一点我所晓得的，因为这里没有人出来讲，所以我才回来。